丢啥回啦？你又把什么丢了？流体节点被烧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采岩浆。哦，水力发电要流动的水，可是这个不用流动的水。好，我去找草原公主峰。好，这公主峰是好的。还是我是要这样子？好的，等一下啊、哦。草原公主峰偏向是一种穿衣服的风格。草原公主风没关系啊，哎呦什么虾什么什么什么俏皮风啊那种，对啊，什么森林系女孩之类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能说像这样子吗？是你吗？草地风潮，你有草原公主风吗？哦，你好像有耶，像这样子吗？可是为什么这边是混血的耶？这边为什么会怪怪？等一下，赶快啊！嗯，寻常蜂箱内有应该应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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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主蜂加上我们、这样不行吗？冷冬雄蜂，等他们看看，他只抽水而已。有了，这是混血种哎、他要沉淀的。哎呀，十二十。一样欸，反而这个比较快欸，17292，这比较快欸。一样啊。混血种它是跟什么混？血系，等一下它有混种，然后两个都是一样的啊。流体吸收器。放第七格。这有差吗？一二三四六七，你说这边哦。混血的会死，不要混血的哦。哦，すごいね。流体吸收器看起来很会吸，都加四加四啊，我觉得一样啊。反正这比较慢欸，这600多，最近800多了欸。有这里。800，那这边1000了吧？要1000多了欸。感谢全全教学。对啊，你看，哎呦，有，哎呦，交错喽，啊，不然就是我做错喽，做错喽，哎，我有57个绿宝石了，天啊，不小心又一大堆绿宝石啊，他又送我57颗，好爽哦。伤啊！这是什么？好伤啊！他生了一个灵液的啦，好伤啊！好伤啊！这个带走。好会伤啊！什么鬼啦？你们啊？你们在干嘛？好爽哦！就生小孩啊！哦，好哦，就生对小孩啊！不然怎么了 ？OK。那是不是要原水源头？我就在想，说是贴着水源头就好了、不用流动的水啊。因为你们说流动的水是隐约的那一台啊。通常水力不都要流动的水吗？嘿，猫啊，这是哪一面？是哪一面？猫王过来，我来叫你生小孩。唱片机，手持火把来切换，那不行啊！又要手持火把了。可以确定两台能量输出每秒是最高的。魔主啊！魔主啊！好神啊！提供杯啊！提供杯啊！叫你困难啊！我的子民啊！还有没有草原？草原蜂箱，我决定去其他人家里面找蜂箱了。那你要蜜蜂是不是？我有啊。我要找草原公主蜂。过来。好。我过去。这是哪一面要放？这里吧。没有我不是草原，我是温和雄蜂。这不是我要的，还有其他啦，因为我没有拆掉这个。
这是草原啊，哎，这是草地耶，是草原。田野公主，因为一棵上面都是源头。对啊，所以我在说，我就是刚刚就是说，是不是这边要源头啊？跟寻常这边放源头，这样配就行了吧？我看一下，这样吧。啊，回溯了一下，田野、哦、有了有了有了，风，这是对了，这是对了，加上，所以要这样子。田野公主风加寻常雄风，可是这样会获得草原公主风吗？那上下都碰到水，可能更快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看, 看，让我看看。你看，你看，让我瞧瞧，瞧瞧，哦、瞧瞧让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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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克力送你，巧克力送你、啊，送你送你。寻常。所以我现在是需要寻常公主风，寻常。等一下，他怎么变基底框架了？不，不能挖掉哦。嗯、你怎么变了？哇，这个不能挖掉呢。蓄水。算了，他送我火力发电的材料。这样到底有没有岩浆啊？好好奇啊。丛林。厕所一下。对，田野加寻常配田野加寻常田野，田野加寻常哦，变成高尚哦，高尚。等一下，我需要高尚吧？嗯，蜂王浆高尚，这样就有高尚了哦。但是如果要配另外一个的话，高尚加田野会变成庄严。对吧？该、火力吧。学生丰厚，学生，哎呦，学生的妹妹，学生的丰厚，学生妹妹哦，学生妹哦，学生妹哦，学生妹丰厚哦，两学生妹在家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挖个小沙子送我龙城。哇、哦，真好，真好。我需要高尚，只好改火力了。高尚。我这边就跟煤炭发电机啊，可是它供的也很慢啊。高尚有了。好啦，我改你们说的那个造比较快的。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会有基础框架？因为原本也有。我需要庄严，庄严需要高尚加田野，就会变成庄严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做。这个要八个金，所以我需要一个钻石。这个加，这个加那个加这个。哎、这个，昨天哈技术的干香蕉怎么做啊？干橡胶，你要先，它底下不是有一个做出小橡胶块的、小橡胶粒吗？对，然后把九个小橡胶变成一个大橡胶，然后再拿去烧。你是说黑色的变成大颗的吗？我过去好了。橡胶变成大橡胶啊？你是要做什么啊？火力发电。火力发电，你要做什么材料？他要塑料片，塑料片在这底下啊。哦，你长队长嘞？我还没到哈基家，等一下哦。嗯。因为昨天我一直在烧。Hello。这里。你要塑料片吗？对。他这里这一台乳胶机，乳胶加工机，他这个不是有小的橡胶？对。啊，这个怎么来？它这个就从这个啊，从这个原木，然后去用这个树液提取器去挖，然后提取出来的东西加水，放到这个乳胶加工机里面，它就会变成这个小的乳胶块，把这个小的乳胶块用九个合起来，它就变成一个大的，大的再拿去烧，它就变成塑料片了。哦，所以直接拿了吗？它反正它是自动的啦。哦。哎、呀，就拿一点你要的就应该可以吧。好，哈基，我不客气了，感谢你。
然后你要先把它合成大块的，九个合成一个，这样会烧几个啊？一个啊，对啊，然后拿丢进去烧。哦、那我要几个、啊？我要四个，它就会变成塑料片了。好，二三，嗯，电梯上。再两个，这样子有了吧？那你怎么还在？你还没长好？他有在跑吗？嘿 ，Hello，Hello，你有在跑吗 ？Hello， 打勾打勾应该是有吧？昨天他进实验黑色那颗很像的效果一样能取代，可是我刚刚，刚刚我核没有用，还是说黑色的可以直接拿去烧？哦，没关系，都在。有些有支援黑色的，有些没有啊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说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南青多拿几片之后做降魂十字弓用。你的十字弓也太实了吧！一零字弓哎，一零字弓，十字弓。啊，这个先放回去，没关系啊，要再过去。那几天的部分共通，好像退取比较快，退取比较快啊，因为 YT 今天怪怪的。嗯，哇，这制造岩浆也太花电了吧？你要方便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是想说，我生产岩浆，然后去补电池。你想怎么可能让你越用越多电啊？怎么可能？电是会消耗的。对呀、啊。天哪！我想说，就取那个平衡值，然后如果一方大于的话，你就可以。想偷鸡摸狗啊！模组作者都想过了，哦、作者都猜到了。你是不是瞧不起人家作者啊？没有啦，可能是我想的东西太简单了。人家都想好，怎么可能让你达到平衡或超过？嗨，繁星，嗨，你好，你在哪里干嘛？再跟你借一个钻石，这个给你，我之后再多的再给你。不用不用，你这个影院，这不用，这个给我影，这个影院啊。啊，算了，给我好，好，给我。你好麻烦哦。什么？我好麻烦？我说你怎么没有接这句话？你好麻烦哦。你是这样子，我的高尚没有，因为我有求于你。它就变成庄严了耶。庄严，这样我是不是要再养一只高尚的公主蜂啊？养啊，公主就养啊，公主。可是感觉隐约这样子就做成一个回圈了哎。你不要拿跟人家允月比耶，你这样会气死你自己。什么叫我会气死自己好不好？回圈啊！我这个回圈是我前面已经有先努力了很多东西出来的好吗？对啊，你看人家多少努力啊。是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他在讲什么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他想靠自己摸出一个回圈。哦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是。哦，对啊，结果发现说不行。摸不出来，摸不出来了吧？会耗电大于。为什么东西不会捡呢？箱子怎么满了？谁的僵尸大脑怎么在里面？僵尸蛋，僵尸大脑，垃圾。僵尸大，我想说怎么会有僵尸的蛋？我想说我的东西怎么不会捡到箱子里面去？还是有僵尸大脑卡住了？笑死！好了。又没钻石，我是不是没有拿出来？啊啊！没有，我每次都喜欢把东西分类分在箱子里面，就忘记拿出来。就是我可能今天叫一个而已，我就放一样放在里面一个，那就没有拿出来，懂意思吗？就塞进去就忘记了。就可能比如箱子里面有十个钻石，我今天要一个，我就拿了九个，一个牌子放在箱子里面。反了吗？拿反了。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、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我要拿出来，可是我没有拿出来，我是先在箱子里面分开。
哦，分完了，但都还放在箱子里。对，再就是拉线了嘛，就这样而已。为什么这个火力发电机看起来跟哈吉的不一样？帝王可以做，看上面的帝王没影响吧？高尚工蜂加庄严公主风，去高尚工蜂加庄严公主，好像烧蛮快的。我有高尚工蜂加上庄严公主风是吧？庄严工蜂抽岩浆，所以它这样子。那我这台就没有用啦，没看发现你就可以收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生病也来看繁星。哎呦，怎么不是我去探病，你来探病我？这有什么好意思？这是不是可以产？这样是不是可以产蜂蜜啦？对，可以了吗？我只是反过来，品种反过来可不可以啊？所以这样，然后我再接个电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没有在运作、啊？接电线，你有没有在运作啊？哎、欸。可是他这一只不是要先养出来变成公主蜂才能丢上去吗？对 啊，这一只要先丢上去变成公主蜂啊，他现在是蜂后、哦、有了、okay. 好，先等他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这样吧，厕所然后放回去。他是看材料发电机是用前期用木炭砖，木炭有砖哦。好像模组有。好。哦，怎么接上去？绝缘导片。嗯。要怎么接？放旁边不用接电线。好。嗯，没有，嗯，雷格，对，雷格了。哦，等到真的会玩这个，就觉得哦，好神奇，amazing。那开始观众就看不懂我们在干什么了。啊，谁在打我屁股？我上个厕所而已。谁呀、啊？那如果烧越久的话，我不是放这个更快更好吗？这个蓝晶石粉，这个不是烧更久？靠上风阻，风防就变就行了。不想理你，所以他不需要。不想理你，给你打，不想理你。我家被入侵了啦！家被入侵啦！我今天那么多鬼啊！被什么入侵啦？我今天这样做僵尸啊！那你，哎，你怎么在兔子的窝里面？幽冥器是不是暂时不用？要害我杀兔子哦！他们死的比较慢，因为他们寿命比较长。寿命比较长。啊，我还没找猫王，猫王叔叔泡茶。猫王？对啊，有个卖唱片的，要买唱片的。哦，我看看他后面可以解锁什么，好好奇。解锁更多的唱片，感觉很神秘。如果是的话，我要放到你家啊，杰克。不要了，他会唱歌给你听哦。不用了。他会唱《分手快乐》。猫王会唱《分手快乐》？怎么会唱？是多爱呀！我的蜂王浆快研究出来了，应该吧？是，我觉得他好烂哦。怎么了？六个唱音阶盒换一个绿宝石，13个绿宝石换一个唱片机。
没关系，再换。再来，过来。因为繁星过来有形成村庄，所以可能会产生僵尸围城。哦，这样更好啊。自动化身。这边可是伊甸园呢。嗯，一个 DJ 在中间。再说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僵尸围城很好啊。哎，那我这个就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煤炭发电机。羊毛，是不是杰克？什么东西？煤炭发电机就没用了，前期的东西。嗯。好，扔掉。你也可以继续用啊。我垃圾，我扔掉了。好，他垃圾，好，他垃圾。不是，我要说，我扔掉了。帝王风吼。终于有了，有封后啦！我有最好的封后啦！可是你要，你他不是要那个吗？哈？他不是有可能会被洗掉吗？工业的好像会吗？不会啊，我也会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他这样算有存有在供电？帝王封后好吗？繁星有去吓其他人吗？有啊，啊，刚才吓过我，我能吓都吓过了，能吓的都吓过了、嗯，动作速度较慢，普通，效果皆大欢喜是什么啦？皆大欢喜的效果吗？特殊效果皆大欢喜，很棒很棒，大家做的不错，大家都喜欢，大家都喜欢。人人见了都喜欢，嘿，结果大家都喜欢，嘿，这样应该就行了吧？啊，别射我！然后我是不是要加个自动化给他？皆大欢喜，对啊，皆大欢喜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效果啊？有人知道吗？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。找到女朋友、哦、真的苦一趴了，没有女朋友。皆大欢喜是回血的样子，有人好像有讲哦，真的吗？好像，哎、欸，他说好像。取消发电机的用，现在应该打开了吧？应该是这样，就是开了，对不对？嗯、红石火把亮起来就是永久开了吗？你看他是不是写时钟工作啊？嘿，是，那就好啦。电池有一个小界面要选择。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越讲越难过。是这个吗？没有，他们就说脱单了，恭喜恭喜啦、好像还没有，好像还没有。新年快乐！简单的 EU 转 RF 方法，前期用 IMM 的 D、啊。对，我要做自动压接电器，很像铜线。自动化。做好做的材料便宜。没关系嘛，我就生多一点村民啊，我在等里面的小村民长大，等他长大就可以。对，然后我要去音乐家。你现在怎样？天啊！你现在还有在铲木头吗？有啊，木头一直都有啊。好，只是我把它减量了、啊，你要再增量也行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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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帮你消耗一些。哦，可以啊。我的是中文羡慕，你要谢谢哈记。哈记翻译的，嗯，只是后面可能会改简体了吧？因为有一些它内部的它不好翻，没翻到。简体反而会方便一点点。嗯，哇，还是很多量哎、欸。因为它的、还是正成长啊，它还没变负成长。原本是6000啊，现在已经变6500了，它还是在正成长。我头爆了，我回去。你把自己弄爆了。繁星，你那个电池好像有特别的工具可以直接拆掉，好像。你说拆掉，有同样的东西吗？拆掉。你把它放出来了。嗯。你说有更好的电池是不是？来，请说，开始你的发言。开始你的表演，太久没玩，不知道有没有记错。来，请你讲。今天是我帮你回想，回复记忆力。来，辩论时间。哦哟，修格斯软泥，修格斯软泥。哎、欸，1200，
我问一下哦，压缩原木是不是可以烧更久？感觉上是，你可以1200秒。你对它那看多少 tick 多少 tick 啊？哦，1200。对啊，原本是300嘛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这样。收纳大空间。魔术大空间。其实如果没有推荐这个模组的话，真的不知道要多久才会完成。真的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工业养蜂啊。哦。啊，没有人推荐的话，我不知道要配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种养出我要的蜜蜂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摆在这边，不用理他了。我没有用 NONO 啊，我过去的话，就很多指定的游戏就不能帮退取完了。嗯，哎呦，我们铁也是快爆仓了哎、欸。哦，铁吗？那我不客气了。铁现在有3000多个哎、欸。那我也要不客气了。你客气一点啊、哦。你客气一点，你客气一点哦。先让我不客气一下嘛。好啦，你先。你要铁干嘛？我烽火台也还没用啊。哦，你赶快用啊！啊，小雨有没有要烽火台？喵，我就知道。要不要烽火台？先不用吧，还没。那我要给你咯，硬要我。好。什么？那我就只好收下咯。吸精华，好哦。这样子吗？我这样就行了吗？说3000多个哦，你下次说几组好不好？2、3、4、6、7、8。吸也好多、哦，没有吸不多。拜拜。吸还好，吸之前有被哈基抽拿掉一部分。铁比较多了。这样子会有吗？我记得有一个小扳手可以拆掉，可是忘了是会保留电力。没差，那个电力我觉得才那么一丢丢。嗯，那个扳手是那个吧，铁跟锡的呢。可是扳手啊，锤子它真的好烦哦，要分开锤欸、嗯。对啊。嗯。什么东西啊？谁疯掉了？谁疯掉了？理智太低吗？谁发疯了？是谁？发疯了、啊！那要做个神奇娃娃出来。为什么会变成中塔、啊？所以现在是没有在种那个菇跟阿迪特了嘛？对不对？有啊，还有在种啊，只是刚刚被拿光啦、啊。哦，在我家？不是。因为我看数量这么少是正常的吗？因为有一些作物它本来就长比较慢啊。哦，有理有理。对啊，有理。啊，你怎么羊身上没有毛了？我把它剪掉了。哦，无毛之羊。没关系，它不需要毛，它只需要铲它的粪便出来就好了。那它一辈子不会铲毛了吧？下面不是草欸，没有草地，它上面是机器啊。对啊，我只知道它的粪便而已。它会冷，好可怜的。它会冷？不会啦，会啦，你不是羊？不会啦。好啦，那我换一只有毛的嘛。不用啊，你在旁边再种个草给它就好啦。我把它救出来，救哎、欸，有楼梯不走用飞的欸，这个人，这你刚刚是用跑的，欸、你刚刚是用飞的。是好了，我再拿8个我就好了。另外一只嘞，我记得这里有一只，给你有长毛的，长毛的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，好，换一只有长毛的。脏毛，脏毛，脏毛是什么？脏毛，脏毛的，它的毛可能脏掉了吧？脏毛五爪的。长毛五脏，下去，不用啊，那个不用啊。好了，这只有毛。嗯。好。哇。嗯。好了，轮到你了。哎、啊，你直接在身上合齁。对啊。
小鸡鸡。怎样啦、欸？上河也不行。哇哇，怎样？哇，好好说话哦。就我有吃那个蛋糕啊。好好说话哦。好好说话哦。我看你是头颅不够多哦。够了，够了，有三顶了，有三顶了。充能台，我要充能台，需要几千外矿展示，装饰石英，装饰绿色石英，高级线圈。好，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啊。好，好，今天应该做完这个东西，时间就差不多了。好，矿物种子下面的土用土加五个腐肉加四个骨粉做成专用的东西，合成沃土，在耕地会比较快。你有做吗？你这下面是什么图？金块。月。哈哈哈哈，你的下面是合成沃土吗？哦、不是啊。